挺好的啊，很好玩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这红的边缘有一点，给它画上一点。大家看到了，这耳朵就出来了。哎，轮廓呢，稍微打上一点，然后呢，在里面啊，我们啊，给它勾几根，然后它耳朵里面就有耳毛，然后这个耳朵呢，我们从这边拉出来，大家看，这耳朵就张开了，然后呢，从这边画一下。从这边画一下，我们眼睛呢，画成大眼睛。啊，哎呀，我画的眼睛还有点双眼皮呢啊！啊，有，我真的画出来双眼皮了啊！好。大家看啊，这耳朵上就又有变化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啊，在这个地方点几笔，